小饭桌啊，因为这个小助理生病了，倒闭了，今天请假了，吃不上了。达拉自己做的啊，他做的那个是，豆角叶啊，再加上这个面粉儿啊，两袋面粉儿。今天他们自己做饭了啊，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做出来好不好，对吧？又换艾丽玛做了啊，菜叶子都煮的差不多了，这下要下那个面条了，不是面疙瘩了啊。达拉这下在后面等着呢，啊，油搞里头，哼，咱是炒菜前放油啊，他们是做熟了快熟了才放油，嘎一下就全搞进去啊，面粉就这样铺到这个菜上面，然后就开始蒸了啊，一会儿蒸那个半熟不熟就能吃了。嗯，这俩做饭做不到一块儿。脑子你看收拾达拉呢，嗯，刚才不得够啊，艾丽玛又和了些面又放进去了，看这满满一锅，中途做的差不多了啊，搅一搅马上就能吃了，快熟了。哎呀，下面是那个菜叶子，就搅起来了啊。哎，好的很。非洲的特色，达拉在这着急的啊。达拉着急的在那给指挥呢。Yeah. Yes, good. 啊，过的过的过的。啊，这下把锅端下来搅了啊。下面那个绿的啊，这个是拉姆子的树叶子啊。一家人都等着吃呢，看看。达拉啊，这是达拉的儿子啊，等着吃饭呢。来了个蹭饭的啊，嘎塞嘴里了。美得很啊，这里还有一大锅啊。Good. Good. Valenda. Good. Nice. Good. 好吃的很啊。这下做好了啊，一人一盆，达拉一盆，然后艾丽玛一盆，他俩一人一半，还分呢？分不均匀了吗？剩下的锅底再抠一抠，不能浪费啊。达拉给分点儿，一家一盆儿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，嘿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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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话太密，话太密。